老六铲屎官有多不靠谱，一个大招臭崩小猫。妈操，能让二哈哕出来的鞋有点不敢想象。原来猫咪也会假动作，有这样的主人你几点回家？妈操，高头戏。榴莲可是个好东西啊。榴莲这啥呀，这是完了 BBQ 了，完了完了。哎，我在这吃榴莲，他可不行，行后自己辣了，你一遍遍的去闻，一遍遍的干我，你是不是嫌什么味儿？狗子不信邪咋办？再见的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这啥呀，这是啊，走啊。臭脚堪比生化武器。